临时决定飞趟英国，有个紧急会议。刚起床就要走啊？嗯。你辛苦了，下次回来吃，走了。这个是吧？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？ 哦，这就只有一只了，没有别的颜色。这是怎么品牌的？mini，你这样，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。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，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就是一边开一边关？对。然后它就。Hello，丽姐。哎，小飞。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有段日子没见了。对的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。你说这个mini款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你想听我的建议？ 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。OK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一支新款的，还有好东西，试一下。好啊，来，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，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。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，我还是个寻找者。 这么多包，这么多产品，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。这包来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哇，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？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，绝对是巴黎的春天。是吗？那给我包起来。这边请，来。就这个。想看一下这款包。来，给我。 是你看的那款吗？丽姐，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我去招呼。啊，好的，那你先忙。OK。多少钱？嘿，Hello，怎么样？有决定吗？我就要这个。有眼光啊。请问这个能打折吗？啊，奢侈品这东西呢，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，都不折不扣，对吗？行，那就这个了，我就下单。OK，来，那我帮您包起来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 那我先走了啊。OK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店长，你刚刚太厉害了。其实你不了解，像丽姐呢，她有社会地位，有经济能力。买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，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，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。而刚才那小情侣呢，刚刚接触奢侈品的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、最牢固的客户。我还是那句话。 莫欺少年穷，我要的是未来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你不过来吗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嗯，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，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。 这个好，这个好的，这个 OK 好的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？这四个不要，其他的我全要了，包装包好一点，送人用的。嗯，这个。 杰瑞，除了这三个之外，所有的包包起来。哎呀，这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这惩罚，得下死手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没有密码，给我送到车上吧。好的。 不好意思，我说一句话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？
老郑，针对我们品牌的 VIP 客户呢，如果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，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，让您看。要喜欢的话，可以来店里面看货。谢谢。你说，他是半个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，真的假的？ 我刚试说看他咋那么眼熟呢，后来我百度了一下，就是他。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要到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扣姐，哎，小飞你来了，坐坐坐坐坐，你来晚了，给你罚酒，按规矩深海炸弹。哎呀，没事，不用的，扣姐，这是规矩啊。对对对，扣姐说的对，那个还是按规矩来，我罚酒三杯，靠谱。 枸杞配啤酒，扣扣姐，你这朋友啊，够养生了，干。靠谱啊！是不是特别专业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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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算敬的了啊，算敬的了。对对对，回头姐妹们啊，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。感谢捧场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小飞啊，就是好酒量。喂喂，哎，付经理，哎你好。 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，卖了一箱包。您知道这事儿了？对，是我承认，今儿销量还可以。我不是来表扬你的，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，说你非常不专业。我不专业？不会错的。刘总加了你微信，我必须得提醒你，这次投诉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。不是，喂，喂。 这个颜色不错啊，没事，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冒出两句话。店长，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也不知道要什么，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，我实在搞不定了。法语？那您觉得这款呢？我不想要这么拉玛的，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。啊。Grazie, Gibbon。 想不到郭老二的前女友风云，让我也撞上了。小飞，你未婚夫怎么这么快走啊？没事来喝一杯。他回公司了，每次陪我逛街。 他都找借口走，你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啊？没有耐心。说是没有耐心，但反过来说，事业心挺强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么突然间把你约出来，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？不会，店里有人看着，我店长又没人管我。没想到，以前那么调皮捣蛋的你，现在。 现在怎么了？现在有点事儿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哼，这想想差不多得有十几年了吧。嗯。哎呀，所有事都在变化中，都会变，对吧？来，你要有什么事的话。 咱们俩都这么熟了，你直接跟我说吧。小飞，嗯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嗯，你还单着吗？单着呀，我这不一直单着吗？再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习惯了，我喜欢一个人单着。那个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 我呀，嗯，就那样呗。大学毕业之后就找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，嗯，然后家里人介绍认识了他，其实各方面条件还可以，这不就快要准备结婚了？哦，挺好，挺好。小飞，嗯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时候让我遇见你。
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所以，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。行。我结婚，你能送我个包吗？ 啊，就当是随份子了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 OK，在跟谁发电信呢？这么开心啊？大哥，我这是群里边斗图呢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表情特别多吗？哎，还有动图啊？斗图你算碰到组织员了，等着啊！哎，OK， 好了，来，喝酒。来。 就这十个动图就够你们玩一下了。十个吗？十个呀。我发了十个呀。没事，只有咱们三个集体出动。 刘总，这里是我每天跑步的路线。今天找你就是想一起跑一跑，跟得上吗？跑步啊？我穿这身跑步啊？那算了。哎，刘总，哎，你等等我，刘总。行不行？是，行。 20分钟，还不算太费物。哎呀，我今天啊，装备不是很到位，改天等我装备齐全的时候，别说三公里，就是30公里，不在话下。走了。我，哎，等等等等，那个，我，我住楼上，要不咱们去家里坐坐？去你家？我是说。 咱们要不要把那个狗给接上，然后遛个狗什么的？套路我呢？啊，不是套路。江小飞，遛狗这事儿，是你对女人的杀招吧？哎呦，真不是杀招，您真想多了。我就是想遛狗。女士得先去男士家一趟，遛完了还得再回去一趟。 那一来一去就是两趟，女士对男士的家的环境有了熟悉和放松感，那男士想对你是做什么，不就是顺水推舟了？其实是这样的，白天您发信息给我，我觉得您有话跟我说，但是刚才您又没跟我说什么，所以我想多接触接触，再聊聊，看看您是不是有事儿跟我说。没什么。
动作。哎，刘总，上车吧。哦，行。 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吧。哎，刘总，您这是？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在这儿啊。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，刘总，我不是特别习惯。你到底行不行？ 行，您都行，我有什么不行的？哎，赶紧换上吧。上次你说衣服不对，这次给你买好了，赶紧换上。你跪着干什么呀？我跪着拿衣服，显真诚点吧。我先跑，你赶紧跟着我来啊！快点啊！哎。 就是跑步，疯子似的。哎呀，今天装备齐了，怎么速度还是跟不上啊？我是觉得，咱人后面有点跑，有点守护您的感觉。不需要，您跑啊。哎呀，刘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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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岔气了，歇会儿。才刚开始跑你就岔气了，告诉你。 我在朋友圈步数从来就没有低过前五，知道吗？你自己打车回去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这么说，咱今儿啊，也别朋友圈前五了，咱必须干第一，行不行？就是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，就是您这么练，我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呀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这种女强人啊，是这样的，就工作太多了，太繁忙了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就负能量爆棚，跑步咔散发出去 ，OK， 没问题。今儿我陪您，好不好？我陪您，那跑掉烦恼，那跑掉困扰。 能燃烧我的卡路里，好不好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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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，那简直就是撸串小神器。看什么呢？丽丽给我推荐她的减肥利器。哎，真的可好使了。看看店长。哎，把链接发给我，待会送人用。Yes sir。OK， 谢谢。那要不我们再多买几个苹果？回去吗？刘总。哎，刘总。 有时间吗？我这个大中午的，也跑步啊！我这刚吃俩汉堡，没消化呢，能不能？今天不跑步。你去换身衣服吧，陪我去个地方。行，那您稍等啊。 刘总，这个地方是？伯父没什么事吧？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老年痴呆。最近我父亲的病情有恶化趋势。是这样的，我父亲有一个心愿，他希望我能找一个安稳的人，共度以后的生活。 所以，我今天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扮演一下我的男朋友，去看望他。你放心，今天下午业绩损失你评估一下，一切损失我来补。不是，这跟业绩损失没关系啊，就是骗人是不太好。这怎么能是骗人呢？这是你在帮助我。走吧。不，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这样的，你男朋友什么样，我也没见过，对吧？我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万一……我没有男朋友，走吧。您稍等啊。就我还是觉得，就是假扮男朋友这事儿，去还是不去？去。
哎呀，哟，医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找找眼镜，我这眼镜不知道放哪儿了。爸，在这儿呢。哦，哎呦，怎么放这儿？舒服吧？哎，我认识你啊。那好巧，不，你就是那个把红旗缠在手上，啊，把中国人带出非洲的那个英雄啊。 那是电影《战狼》里的演员，人家叫吴京。爸，这个是我大学男朋友向小飞，你不记得了？哦，我说呢，一表人才。哎呀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哎，不是，你是盛楠的男朋友？那你为什么把盛楠带来啊？是这样的，盛楠他工作比较忙，所以今天来不了。但他说过了，有空就来看您。哦，盛楠的男朋友啊，好啊！来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啊，过来，我看，身体、发肤都很好啊，受之父母啊。是是是。 好样的，嗯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来来来，坐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分地店的店长。分地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卖衣服和卖包的店的店长。哦，那就好，这，哎，医生，你出去吧。 我们俩没事儿，我们俩聊会儿天儿啊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忙去吧，啊。哎，盛楠没来，我给你说一个秘密。您说。盛楠啊，你别看他像个女强人，其实他胆子很小。小的时候他妈走得早，他就怕孤独，所以呢，你以后啊，要好好的陪他，多陪他。 伯父啊，我这么跟您说，就从今往后啊，盛楠要是下班了，晚上我接他去。他是晚回来呢，我在家做好吃的，就等他回来。他说喜欢漂亮衣服啊，我就把那些漂亮衣服新款都给他留着。总之一句话，我绝对不让他孤独。您看行吗？哎，太好了！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行，放心。好。哎呀，太不大了。爸。 吃点水果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刘总，我刚才没说错话吧？非常好，随口就可以胡说八道。 是个好C了，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第一次见你，他居然认识你。其实我觉着吧，可能伯父也不是认识我，但是呢，他老担心你，总希望你身边有个人照顾你。时间长了之后呢，总觉得那人是存在的，他把我当那个人了，所以说就这样了。怎么了？ 5年前，我父亲病发，后来就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，去做那些我应该承受的事情，让他放心。其实我身边最终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太在意，我也不需要。我只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好起来。 我更希望他能够记得我，认识我。今天很谢谢你，但是我现在要赶回去开个会，晚上8点我请你吃个饭。啊，不用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8点我去接你。
就这些。先生，您呢？哦，我跟他一样就行了，谢谢啊。好。你很聪明，点一样的，是潜意识里想让我明白我们没有距离，是一类人，可以更近一点，对吧？不是，你平时都想这么多吗？我是想觉得你的选择应该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我跟你选的一样。还有件事儿啊，今天我帮你这个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你没有必要这么隆重的感谢我的。我是真的想感谢你。朋友之间还需要谢谢吗？我有说过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？哎，你小心点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刘总。出了点情况，受今天一则小报消息的影响，我们今天的股票跌了7%，而且还得持续下跌。我怀疑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放的假消息，在干扰我们最近在浦东的那两个 case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走走，看什么呢？见鬼了！接着看。那个刘总啊。我知道您今儿心情不太好，但是其实您没有必要送我回家。老郑，你先下去一会儿。我心情不好吗？我先表个态啊，就第一，这件事呢绝对不是我做的，也不是我安排的，我没有那么小人。第二呢，我也想办法去澄清这件事儿，我不会让别人欺负您，不会让您受委屈，这是我的表态。我说过需要你做什么吗？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竞争公司放出来的虚假新闻根本不值得我关注。哎呀，这就算是虚假新闻，这也让股票掉了8个点呢，不是小数目，这我也承担不起，是不是？你很关心我。哎，你是我朋友，我当然要关心你了，不能让别人欺负你啊，对不对？既然是朋友，再帮我一个忙。行，您说话，我义不容辞。哎，来来来，回来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什么情况啊？你倒是说呀！刘世南想找我了？不会吧，这是要灭口啊？那他想干什么呀？哥们儿可能要结婚了。阿飞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阿飞很清楚阿飞的人格不咋地，但是阿飞还要用人格来担保。您说话，我义不容辞。咱俩结婚吧。哎呀，这会儿还开这玩笑？我从来不拿感情开玩笑。我承认
就是这次他们子虚乌有啊，但是我也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澄清这件事情，咱没必要死扛了，是不是？那只能说，他让我最终下了结婚的决心。您也这么着急脱单？第一，我需要一个名义上的丈夫来堵住别人的嘴。第二，你这个人平时油嘴滑舌，目的性很强，但是真正做事的时候还是有理有据的。五官端正，性格善良，身体素质经过几次夜跑能看出来还算可以。家境虽然父母离异，但家世清白，感情前史干净，是个可以结婚的标准男人。那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其实说实话并不在少数啊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父亲喜欢你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父亲连我的名字都想不全，但是今天听护工说，他一整天都在喊你的名字。从小到大，其实我父亲没有为我做过什么，因为他太忙了，他唯一做的就是把公司留给了我。直到我坐上了他的位置，我才体会到他一辈子的艰辛。我一直认为他这辈子唯一的心愿我必须做到，所以我一直在物色人选。那8%的股价波动让你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，因为与其让他们胡说八道，还不如狠狠给他们打脸。不是，关键是你喜欢我吗？我承认啊，就是您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人，结婚其实我还没有特别想好。没关系，那就当我刚才给你说了一个笑话吧。没事了，你也到家了，下车吧。又怎样？换下泪水，我交代全手怎样努力？撑到。还好又怎样？怎么了？我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吗？什么意思？行，咱俩结婚。其实说实话啊，我从小的家庭给我的感觉，可以说点小的阴影吧。我一直不相信爱情，我不相信婚姻。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？你父母是他们的事儿，你是你。那些阴影确实是造成了，我挥之不去的，所以导致我现在我不相信婚姻，我也不想结婚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当他车开走了那一瞬间里面，我想了好多。我觉得刘胜男，他是我喜欢那种御姐型的。而且他经济能力、经济实力就不用我多说了，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20年以上。但是你这样，是不是太现实？非常的现实。只有爱情就可以吗？还有很多因素的。以前爸妈在一起谈恋爱，很好，但后来呢，吵得整个镇子鸡飞狗跳。就因为我妈觉得我爸不够努力、不够上进，他没钱挣。但我跟刘胜男之间呢，没有这种困扰，因为刘胜男经济能力非常强。所以我跟他可以先达成目的，就是我们结了婚，然后慢慢谈恋爱。小伙子想得挺通透。嗯。可你确定你收心了吗？你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如果让你现在走入婚姻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接受，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收心。
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如果说刘胜男这次我不抓了他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后悔。哎呀，我还是略有点担心。顾老二，你听不出来吗？小飞已经想通了，他这婚想结，咱们哥几个就祝福他。总归这是一好事儿。哎，谈远吧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结婚之前都能反悔的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再怎么说还有一周的时间呢，什么呀？一周？嗯，这么快？你订酒店的时间都不够啊！人说很清楚了，结婚所有的事宜全交给你去处理。至于酒店嘛，我们集团旗下有3家五星级酒店，至于价钱嘛，无上限。哎呀，有钱真好啊！给点建议好不好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看我没用啊，我没结过婚。你别看我结婚这事儿，我不比你经验多。我知道。哎，夏小飞，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能追到岳子倩的话，你都能在一周之内闪婚。现在你在一周之内闪婚了，那我追岳子倩也有戏了。什么脑回路啊你这是？喂，哪位？你要结婚了？哦，谢谢谢谢。你哪位啊？我是，还谢谢。田小雨？不是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你把我电话删了。不是，我这个手机中病毒了，这很多信息都没有了，中了木马。向小飞，手机会中毒？你还撒谎？我没有撒谎，不是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家楼顶。在楼顶？哎，不是。喂喂，小雨。哎呦我去！小雨，你等会儿，你别烫，你别烫，我求你了，你。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这个世上最好的就是你了，没有人比你好。我是不懂得珍惜，所以说我错过你了。但是老天爷是公平的呀，这老天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男的的。你别想不开，你别跳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下来好吗？大哥，你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想打电话祝福你一下。不知道你上天坛干嘛呀？你问我在干什么？我当然跟你说我在楼顶了。谁知道你就这么过来了？那你挂什么电话呢？我就想逗逗你啊。你逗逗我？你这么大人了，你有意思吗你？刘总，时间快到了。你还说我呢，你多有我。小飞，你还记不记得合同？哎呦哎呀哎呦哎呀，你这哎呦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哎呀，我看一眼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呦我去！快快快！哎，进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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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衣服，我帮你拿，赶紧洗漱去。你要快点洗漱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来不及了。迟到了，快点，好衣服换了啊，赶紧。没有换衣服，我只有现在去换。因为你，我把婚礼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向小飞，希望这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迟到。我保证，我再也不迟到了。那里有3张卡，一张是别墅的门卡，以后是我们的家。啊。还有一张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，
听说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 happy， 那以后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，就只能去那家。如果去别的厂子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我儿子多帅啊！啊，他这几个朋友真是群。四个大帅哥。放松一点，来来来，兄弟们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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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走，走吧，走。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，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，同时也是向小飞先生的伴郎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，向小飞先生和刘胜男女士的婚礼正式开始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。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，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。车出问题了，啊！我差点害了小飞。你，各位，我们的新郎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，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，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唯一的女神。对，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。没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，牵着新娘的手回到主舞台上。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盛楠就是夫妻了。我会好好爱的，好好照顾的。你放心，放心。盛楠。爸。
把我女儿交给你了。谢谢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你是要睡在这里，还是要进屋睡啊？我应该进屋睡吧。你那么聪明的人，在这给我装傻呢？我觉得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，这个要是这受法律保护，对不对？要是进屋睡的话，应该也不算犯法啊。还不赶紧！哎，进屋之前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牢记在心。炖了那个银耳莲子羹。临时决定飞趟英国，有个紧急会议。刚起床就要走啊？嗯，你辛苦了，下次回来吃。走了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我没有点外卖。不会啊，您不是向先生吗？啊，你稍等啊。啊，向先生啊，是我老郑。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达，您收到了没有？你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？您不是求婚假吗？刘总吩咐让我照顾您的生活起居，我呢就给您订了份外卖，是您最喜欢的湘菜。他怎么样？安全到英国了吗？电话也打不通，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。向先生，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也不接电话。问题我是他，算了，没事。顾老二，我一会儿闪送些外卖给你，你收到跟我说一声啊。喂，哎，老婆，你从机场出来了是吧？给你发微信看见了吗？今天晚上杰森请客吃饭，千载难逢。我去不了，还有一个会，我赶着回公司呢。不是，我是想难得聚一下。再说了，咱们结婚的时候都帮忙了，还没一块吃过饭呢。抱歉啊，这样吧。
你替我准备一份礼物，好吧？那行吧，那路上注意安全，大家跟我说一声吧。好，挂了。服务员，你们家还有什么好酒啊？把最好的酒再来12瓶，敢吗？哎呦我去，你们这帮女人想造反是不是啊？哎，既然他们叫板，那必须跟他们喝啊，是不是？喝倒他们，拼了好不好？其实我这酒量吧，基本上也到上限了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火焰很高，很危险的。来，我们到那边去看。来，我保护你。很久以后啊，大家才发现迅速燃烧而起的火苗虽然没有灼伤任何人，却如同隐喻，人似乎早已命中注定。这个面膜要敷敷平啊，不敷平的话会有皱纹的。皱纹？在那个眼神飞来的一瞬间，我强烈的求生本能告诉我要小心。哎呀，我也是听说而已嘛。那皱纹这种东西你是肯定没有的。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老婆永远是最美丽、最大方、最有气质的女人。那天我们四个女生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四个人谁看上去最年轻啊？哎，提醒你啊，实话实说。我觉着其实你们四个都差不多，不相上下。教科书式的标准回答，既赞美了他，又不至于过于虚伪。哎呀，哎，别聊这个了。那聊聊我们呗。这个聊聊我们是聊哪方面啊？昨夜波澜壮阔，今日海枯河干。不能再这么被动了，再这么憋着，心态都炸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向小飞，我得找回我自己。是我此生的责任，但也是此时的障碍。要不然，咱俩一会儿再见。
上厕所去。一会儿要什么东西啊，就跟服务员说，服务员他们要什么点啊，从这里面刷。哎呀，搁这儿了啊。老婆，玩儿挺开心啊。不好意思，把你接回来了。扫你兴了。哎呀，不存在什么扫不扫兴的，就是哥几个闲着无聊一块聚聚呗。和哥们儿聚会当然可以了，但是你的婚戒呢？我别找了。老郑，向先生，这是您跳舞的时候掉舞池里，我帮您收起来了。向小飞，如果你还尊重婚姻的话，请你以后务必戴上婚戒。哎呦，我肯定尊重婚姻的呀。我是这样的，最近一直收拾这个打扫那个的，老是洗洗涮涮的，我怕把它弄坏了，所以说我就给它摘下来放裤兜里的。没想到不小心掉出来，我没注意。编造这种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，很没有意思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难道每天要生活在谎言当中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们俩结婚了。但你们想过一点，从结婚到今天一共两周过去了，你在家只待了三天。不是，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就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丈夫啊？你给我的直观感受什么你知道吗？对你来说我还没有你工作重要，可能甚至还比不上你的一个岳阳电话。 OK， 你有工作，你有事业，你有梦想，我承认，我也赞同并且支持，因为我是你丈夫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，咱们俩是夫妻关系，要平等的。你也可以支持我好吗？我们之间是平等的，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是前提要遵守我们的约定。我们的约定并没有约束你的自由啊，它只是让你更加的合适我。而且你可别忘了，向小飞，这个约定是我们婚前就说好的。我这个人最重视的就是承诺，你一个大男人难道要对自己说出的话不负责任吗？行吧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那好，之后的事情听老郑的安排吧。不好意思了，向先生。按照董事长和您婚前的约法协议，这三天我要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拿走，你得在家好好反思，不能出门。您的饮食我会为您订餐，还有这个。我去，监控啊！这是董事长的意思，为了避免您再次违规。这限制我人身自由行吗？再说了，协议上没写过这条啊。向先生，这是补充协议，您是不是没有好好看呢？是不是没在家啊？刚给我发来微信说被刘尚能给绑回来了。小飞，开门啊。哎呀，我出不去。什么情况啊？对啊，不让你出门啊。盛楠说了，这几天都不让出去。啊？哎，这样，他不让你出来，但是我们三个进去，可以吧？哎呀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你们进不来。行，我也行，行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哎，说话，我先把房间里面的声音打开，音乐打开，有监控，有录音。你这怎么连人身自由都没了呢？嘘，走走走，这边这边这边。
清楚一些。操之过急了，有点猴急。这箭在弦上，一咬牙一跺脚，给他签了个不平等条约。哎，老婆，我今天是要开心的疯掉了。什么东西？签字吧。这个慢生气啊。总结下来三点：第一，晚上12点以后不可以独自出门；第二，不可以跟任何女孩有非工作上的联系；第三，婚戒不能离手，要担起丈夫的责任。赡养费你可以不签，如果不签的话，就不可以跟我同房。还有问题，我签。行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？那我先工作了。事业心挺强啊！你这就是一霸王条款，你这上哪儿去告，肯定都能赢。老二，你别闹了，上哪儿告去啊？这事儿去法院告，嫌贫丢人。就是啊，再说了，就禁锢3天，我想3天嘛，这忍忍就过去了，是吧？你3天之后怎么办？小飞，刚看了一眼这房子，确实不错。但你这日子过得有点奇怪啊。哎呀，是感觉有些奇怪，但你不说了吗？总得有人下地狱，是不是？那我得趟趟路吧。那总不能趟到一半就不趟了吧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他好好聊聊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没事。你们俩陪我喝一会儿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别的事儿明天再说吧。来。忍让磨合不都废话吗？没点别的东西吗？
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我拼图了。你还挺有童心啊。不是我上厕所呢，你干啥？又不是没见过。那你不尴尬吗？我是想过来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要出差。谁知道你上厕所上那么长时间，谁稀罕看？那你注意安全了。你今天还要在家里好好反思一天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。走了。表现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慢慢拉吧。哎呀，顾老二啊，你真是我的吉祥物啊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哎哎，啊，你可要早点回来啊！万一你们家那母老虎回来了，我可招架不住。你放心，他在外地出差呢，一时半会回不来。你就这么出去啊？哪能啊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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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们，大恩不言谢啊！等我胜利归来。前面的车那么熟悉，是向先生的车吧？不是，他在家呢。怎么好久都没出现了？咱们姐妹们都以为你不做了呢。哎呀，我怎么会不做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夏小辉在上海时尚圈里面还算一个小小的定海神针，对不对？这没有了定海神针呢，上海时尚圈那就要掀起惊涛骇浪。但是呢，我要说明一点，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看见我呢？我就是请了一个小小的婚假。哎，小飞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怎么了？你结婚为什么不叫我们呀？这个婚礼办得很小嘛，就是亲戚朋友一桌，喝点酒，吃个饭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没有惊动你们了。这么保密啊？你太太做什么的？不会是哪个名人吧？哪有什么名人，最多是个人名。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，做点小生意而已。做什么生意啊？监控设备。监控？哎呦，那不是把你监控得牢牢的？哎呀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怕老婆呀？怕老婆这个问题得这么说啊，虽然说我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，我说东他不敢说西的。那，有句算一句啊，我的工作他还是很支持的，也跟我说今天让我玩得开心，他问我跟谁见面，我说跟我的 Queen 见，对不对？行吧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，这包包和衣服啊都是皮囊装饰外表的，皮肤呢还要自己照顾，
多多的保养啊，这么多年感谢啊，这么多年感谢照顾啊，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付酒钱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？你的兄弟演得很好，但是他忽略了三点：第一，你从来不趴着睡觉；第二，他的腿比你短一截；第三，他没有剪脚指甲盖。夏小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之前之所以选择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，哪怕只是协议而已。但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骗我、挑战我的底线，我今天也郑重的通知你，如果你再这样，我无法容忍。不是，我想问一点啊，没搞清楚，是不是我们俩结婚之后，我谁都不可以见，只能在家待着，不能见朋友，不能见兄弟，不能见客户，都不可以。见客户当然可以了，你大可大大方方的告诉我，为什么要选择欺骗我？我也不想骗你，但是我怕你生气，你很容易生气啊。是因为你心里太清楚了。他们不仅仅只是你的客户而已，他们还是一群可以跟你一起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庸俗女人，在你那儿买几个包只是想炫富而已。在你的三观里面，可能他们是庸俗了一点，但是我希望你搞清楚一点，无论是庸俗的女人还是买包为了炫富的女人，我毕业之后能够留在上海活到今天，就是这帮老朋友老主顾他们给我一口饭吃我才活下来的。是靠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和鬼混生存下去的吧？鬼混？我告诉你，刘胜男，在你这可能是鬼混，但是在我这儿叫求生之道。我没有很显赫的家庭，我没有经济能力，我也没有很高的学问，学历就是这样摆在这儿看着呢。我怎么立足啊？我在上海立足只能做到一点，让所有的客人、所有的女人来到我店里面，高高兴兴的来，满意的走，就这样。我的工作、我的职责就是这个。你别拿这个表情来看着我，你不用嘲笑我。我好不容易花这么大精力把这帮朋友给稳固下来了，是，他们就算倾家荡产到我店里去，把所有东西全买光，对你来说小事一桩，但对我来说呢，是业绩、是能力，它能改变我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不够好吗？你觉得我很有钱吗？是我有钱，但我也缺钱。刘胜男，我希望你清楚一点：你有你的梦想，你有你的事业，我也有梦想和事业。虽然我知道这个梦想和事业非常的渺小，但再渺小，它也是梦想。你的梦想，我可以帮你啊！我想要好好做啊，我想要做大，想在上海立足啊，出人头地啊。但有个前提，是靠我自己，不是靠你帮我。我希望所有人尊重我。而不是把我关在家里面拿监视器看着我跟狗一样拴在那儿，我不想这样啊。如果你觉得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全是鬼混的话， OK， 我没话跟你讲好吗？夏小飞，今天是我话说重了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
不是说要飞的吗？取消了。为什么？家里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，哪有心思处理工作？我从来都没有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过这么长时间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。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又奇怪又不安，所以有时候跟你说话我……如果你看过我的难过，就别说你真的懂得。小飞，结婚这段时间以来委屈你了。如果你懂得我的难过，请原谅我故作姿态那种执着，渴望像烟火。石南，对不起啊，有些话我不敢说。就别说你真的懂得心疼我，陪你的快乐只是不想。问你件事儿，明天下班之后有安排吗？怎么了？你要是没有安排的话，等你下班了我去接你，咱们一块去看看爸爸，咱俩好久没去了。渴望像烟火点亮你的夜空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其实爱我，但有时候我却依然觉得这还只是一份协议，未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。如果你觉得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全是鬼混的话 ，OK， 我没话跟你讲，好吗？视频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现在几点钟？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，巴黎时间晚上十二点。七点，那我应该要起床了。那你回来了？刘胜男，你欺负人，刘胜男。你啥时候能回来？你回来，老婆，老婆回来呀！嫂子，看看监控吧。刘胜男，你太欺负人了。老郑，马上给我订明天早上最早的飞机，我要回去。不欢迎我？啊，没有，不欢迎你，我当然欢迎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哎呀，欢迎回家。嗯。国家保护是常见的解决方案之一。不知不觉，飘飘。我们已经聊了三个月了，这三个月有什么收获吗？你的话
帮了我很多，让我心情没那么压抑了。而且我也开始习惯了没有太太在身边的生活。但可能人就是不能闲，一闲下来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和他结了婚以后，他总是不在家。照理说，比起别人来，我看起来还是自由的。但有时候这种自由却甚至比束缚更可怕。人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也没有绝对的束缚，别那么悲观，生活的路上总是充满坎坷，有时候就需要放松自己，去加把油，然后继续上路，继续前行，放松点心态，你可以的。和你聊天真的犹如微风拂面，沐浴阳光，好舒服，就像回到大学时光。谢谢你，有机会真想和你见面。兄弟们，我想学校了，今晚重走青春路，回学校踢球，意下如何？喝了这么多酒，只有我担心你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摔跤。哎呦，我去！哎，那个小白哥，这样哈，昨天晚上，后来咱俩，没干什么吧？大哥，你别说那么猥琐行吗？杨元海把厕所都吐堵了，然后你陪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当然你是在外面站来着。后来我们就回去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就是我就问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什么事儿？有啊，你很贴心，很绅士，你还像当年一样那么可爱。那个就是我打电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告诉我啊，就具体我是怎么个绅士，怎么个可爱法。做什么你忘了？你怕我难受，还把衣服借我披上了，这事我还没谢你呢。然后呢？我老公过来接我，我就走了。他还说改天啊，请你和童宇他们几个吃饭呢。哦，你老公来接你了？哎呦，哦，好好，行。没事没事 ，OK， 我就随便问问，行，那咱们常聚，好吧？好嘞。老公来接他，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我去，那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还有别人？娘啊！这怎么跟他交代啊？老婆，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疼！哎呀，嘴巴怎么了？我事先声明啊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
嘴巴之所以会这样，这事还得怪你。怪我？对呀，你老出差不在家呀，我想你呀。那一想你我就喝酒，喝醉了之后我就看了照片，我还仿佛看见你了，我以为你站那儿了，我过去就要亲你，啪一下磕墙上，完了之后，你看嘴成这样了。编的挺好呀。天地良心，我绝对没编，说的全是实话啊。如果我瞎说的话，我骗你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你看，你看照片。要不要补点药啊？不用，自己会好的。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。哇哦！希望你会喜欢。OK。我先上洗手间啊。好。小飞，是什么？老婆，这我能解释啊，我什么都……天地良心，断子绝孙是吗？够了，肖小飞，我刘胜男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，滚！什么东西？希望你知道，我们四个哥们儿出去玩，去山里待着是临时决定的，没有告诉你是我不对。但是问视频我都看了，法文诗练得挺好啊。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公，太有面了。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们四个开着车到山里面去是临时定的。我们车开到一半的时候，车坏了，我们下去修车，然后有别人说要不要帮忙。那帮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知道我们。是在同一个酒店。够了，够了，谢小飞，你别解释了，我听得太多了，我累了，离婚吧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，但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别说了，我喝完酒我也想过我们将来，我们是别说了。所以说这份离婚协议书是真的是吗？是。那这样，靠边停车。你靠边停车。好。刘胜男，从咱们俩认识第一天开始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。结婚也是你说了算，跑步也是你说了算。就是离婚啊，听你的。开车。这话我说的不对，说重了，我不该说那些话。我们两个能不能好好谈谈，沈南？
长心情也不太好，这整个商场都是刘总的。他不是，店长好。哎呦，向店长，今儿可够早啊！我听说你开启新的人生了，不为金钱低头，纯爷们儿。闲言碎语确实不好听，但是和他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会有这种声音。这家店和他没有关系，他只是商场的所有者，但是这家店承载了我们太多太多。看着这家店，我就想起和他从前的点点滴滴，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疯狂的想法。这个是我们未来城房子的购买合同，这个是物业合同，这个是家庭保险单，这是我们结婚时签的协议，还有这是家里的两张银行卡。我也从店里离职了，从现在开始这些东西我还给刘总了。宋先生，您这是？你替我跟他说声谢谢吧。宋先生，该奢求太多，毕竟有人爱有多难得，互相取暖的人你我都包括，还计较什么几何。如果你看过我的难过，就别说你真的懂得心疼我，陪你的快乐只是不想太自我。如果你懂得我的难过，请原谅我故作姿态那种执着，渴望像烟火点亮你的夜空。小跳你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吧。没事没事。我认识你吧，你是郭老二的学生啊，在那个病人大赛我见过你啊。是不是觉得很巧啊，空虚公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叫空虚公子啊？柳飘飘？不会吧。你再大点声，全书店的人都知道我是柳飘飘了。不是这么巧吗？是不是你一直都知道啊？郭老二告诉你的，是不是？郭老二？你是说郭老师吧？对啊。从你走进我们这个店之前，我不知道你是空虚公子，郭老师呢也没有告诉我你是空虚公子，而且郭老师也不知道我是柳飘飘，是你自己跟我说你坐在一个长桌旁边，你傻了吧？不对呀，这问题是，你要是郭老二的学生的话，那你才多大呀？那不一个小姑娘吗？那肯定没谈过几段恋爱啊。你给的那些答案够专业的呀啊！我身边也是有朋友的，他们的情感问题都是我来解决，我是针对你的问题给你分析，怎么样？真是没想到，整了半天，被小丫头骗子给套路了。什么叫套路啊？我这叫雷锋精神。而且我何必套路你这大叔？哎，冷静啊！什么大叔大叔的，别大叔大叔的叫啊！你跟郭老二是你跟郭老二，咱俩单列。你俩到底要干嘛？别卖关子了，两个字儿，创业。刘总您好，请您谈谈对现在年轻人自主创业有什么看法？创业不易，并不适合每一个人。有时候早早放弃还可以另寻出路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不是适合每个人的，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行别人都不行是吧？行，我倒让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。但如果你已经做好了，
承担痛苦，挑战困难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成功的话，那你就不要犹豫，勇往直前吧。因为创业不是近在眼前的选择，它注定属于远方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你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，汗水、泪水、血水，与你共在。这什么情况呀？为什么不能租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向先生，是因为集团呢，这个周呢才决定提高出租的价格。我之前跟您报的那是以前的费用，真正的价格比之前报的要高出一倍呢。向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我接电话啊。喂，刘总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下午就向你汇报。嗯。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一边跟我说要坚持创业，对吧？道貌岸然的说，另外一边跟我说要抬高租金，把我逼上绝境。不是，你要干什么 ？OK， 你这样这么做的话没问题，好吧？你这招挺高的，挺绝的。你好自为之，你好好保重啊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成功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要的萨天丸蛋糕。谢谢啊，拜拜，下次光临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请问还有四大天王吗？不好意思，四大天王系列最后一份被他们买走了。我们有上下课系列，你需要吗？也很好吃的，我保证。哎，等一下，靠边停。那是他吗？啊，是向先生。是向先生开的甜品店，有一个月了，我看您开会忙，就没和您说。过得挺充实啊。可我女朋友今天生日，她就想吃你们家的四大天王。我从闵行那边坐地铁过来的。OK， 这样，我想办法，您稍等，稍等啊，稍等。刘总，您今天还开会？你看你的午饭怎么解决？要不便利店随便买一点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个本来我自己私留的，先给您。谢谢老板。老马，以前我有女朋友，不过算了，没什么。祝你幸福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啊。哇，还有这么多人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的蛋糕卖完了，下次再来吧。一块都没。对不起啊，那个这蛋糕卖完了，明天可以早一些来，我们尽量多做一些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拜拜。哇，你这干嘛去？我要给隔壁串点的老板去送蛋糕。OK， 妥了，拜拜。向先生，哎，生意不错吗？还行还行。那你二位聊，我去送蛋糕。哎，艾米，你过来。老郑，您来是找我？我买点蛋糕。哦，买蛋糕啊？对。那个是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。这是老郑，这是艾米，我的 partner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这蛋糕一会儿给别人再做一份，这个给他老朋友。这，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那谢谢您，谢谢。多少钱呢，先生？不用钱了，这还给我钱呢，请您吃了。那谢谢，我走了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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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怎么回事？没走远，那你着什么急？哎，现在送客哪有这么送的？那可不嘛，品牌形象你忘了，微笑，笑起来。刘总，您在前面。
冒昧问一下，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？老郑。先生，我们这边要打烊了，你还需要喝点什么吗？再给我拿杯酒吧。今晚我说的话，其实不是说给他们听的，而是说给我自己。那么久以来的迷茫和纠结，被我骂清醒了。我能放下吗？开始我觉得我能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我发现我似乎不能。可放不下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欢迎光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吃蛋糕啊。这蛋糕卖完了。四大天王还有吗？卖完了。那就给我来一块文艺委员吧。哎，有有有，马上。我坐那儿，谢谢。你今儿过来是想通知我开庭时间的吗？那天老郑来给我买了一块，觉得味道还不错。今天正好路过，又是饭点儿，亲自来尝尝。几个月没露面了，说来就来。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顾客，来消费，需要通知吗？我不是让你通知我，不是这意思，你别误会我。我只是问你，几个月没见你突然过来，是不是有事儿跟我说？我在问你什么事儿？买单。哦。你是要支付宝还是微信？都可以。我看您是我们店长的朋友吧，这蛋糕也没吃几口，是味道不满意吗？你们蛋糕做得挺漂亮的，味道也很新鲜。美中不足就是余味不够，也没有什么惊艳之处。没关系，加油。这姐姐谁啊？我头一回看一个人微信零钱都有这么长。这姐姐来的可不小，跟你解释啊，怕吓着你，算了吧。
前妻。拿什么啊？还那么惊讶干什么、啊？不让我离婚。我惊讶的是，他怎么能看上你呢？哎，我们也诧异呢。你俩是不是把正事给忘了？啊？不是在干活呢吗？啊？快点过来，端过来。嗨，你吓我一跳，老郑。向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没和你打招呼就来了。啊，没事。我今天是为刘总来的。啊，您说，什么事、啊？他今天到店里找过您，想跟您说件事儿，是老爷子的事儿。老爷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老爷子挺好的，他是想请您帮个忙，明儿嘛，老爷子过70大寿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下回你这种话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啊？这话打什么逗号呢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不过这实际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跟刘总离婚了，这忙可能帮不了吧。可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哎呀，老爷子身体你也清楚啊，他其实也记不得。不，向先生，老爷子他记得你，他每天都提起你。对不起啊，这忙我可能真的帮不了。向先生，您知道，您如果不去的话，刘勇在全家和全公司面前，他可是最要面子的。哼，他要面子，我还要面子呢，可真兜了去了。你没搞清楚啊，是他求我帮忙，是不是应该过来跟我说，亲自来跟我说呀？让您传什么话呢？可真逗。向先生，刘总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哎，老郑，那个，对不住您啊，这个我帮不了，您请便吧。向先生，对不起，您请。不是，向，对不起啊。刘总，礼物已经送到老爷子的书房了。另外300套给参加宴会客人准备的定制瓷器礼品也已经到达了会场。米其林的厨师团队也做好准备了。今晚的会推到明天吧，我怕我晚上状态不好。我想我应该没有来晚吧。今天老爷子大寿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在公司待着，心可真大呀。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这有些人呐，这到我店里来，明明是要找我帮忙，有话跟我说，但是来了之后呢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哼，真也是搞不懂，这不像你性格呀。这么热情相助，也不像你的性格。行，那彼此喽。向先生，男士礼服也准备好了，您要不要试一下？哎呀，都挑些什么样的衣服啊？你也很清楚的，我对衣服的款式比较挑剔的。要是不好看的话，这衣服我可不穿的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行了。爸怎么先到了？爸，小飞，看啊，这儿折这么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两边拉一下，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是小飞厉害。那可不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我都吃饱了。哎呦，这早高峰晚高峰很堵的。您是很久没有工作了，您不知道。我还上什么班啊？嗯。现在是你奋斗的年代啊，我也该歇歇了。你想把我累死？哎，我真不敢把您累死。是，您说的没错，该我忙，该我忙啊。我来行不行啊？那，盖着盖着啊。乖。嗯。乖什么乖啊？不乖。我又怎么了？你多久没有来看我了？盛楠工作忙就算了，你呢？啊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。哎呦喂！爸，我一个月来看您四次，你还是不记得我。你一个月看我四次？嗯，他有那么好的心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谁呀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啊。哎，小飞呀，要不咱爷俩走一个？爸，您不能喝酒。你胡说什么了？第一，谁是你爸？第二，谁说我不能喝酒啊？啊？哎，我今儿说个公道话啊，咱们这么着吧。今儿啊，这我喝酒，您喝茶，好吗？这样行了吧？好啊，非常公平。哎，走一个哦，来。今晚有会，晚点回去。你好好在家，要乖。来了。今天公司的会有点多，抱歉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啊？急你所急。你有办法啦。你是圣诞老人吗？小飞啊，嗯，我记得我30岁生日的时候，盛楠也就2岁吧，嗯，差不多，就这么一点点。他趁家人不注意呢，嗯，就偷偷的。喝了两口酒，喝酒啊啊，真厉害！最后的结果呢，喝醉了，满场的跑啊，跑得非常可开心呢。看来他从小就爱跑啊。哎，盛楠呢？不，盛楠藏哪儿去了？哎，你帮我找找啊。哎，爸，咱不找了，咱不找了啊！盛楠他在，他一直都在。他在哪儿？
他一直在你心里呀，是不是？其实您自己知道，在您的心里边，盛楠一直陪着您呢，不是吗？你说的也对，他在我心里。小飞啊，嗯，你没当过爸爸，那种感觉你理解不了。你看着一个小女孩渐渐的长大，越变越美丽，变成了女人。可是你总在想，总有一天，她会走入别人家，成了别人的妻子。这种感觉啊，无法形容。我总是说，谁要是能娶了我们家的姑娘，那他这一辈子那是积的福啊。对对，哎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跟盛楠结婚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我记得。如果你要是对盛楠不好，哎，行了爸，知道。我之前所说那些话呢，我一句都没忘，我都记得。哎，对啊，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，咱们永远是一家人。今天是您生日，我们给您唱首歌，祝您生日快乐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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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生日。盛楠，盛家盛楠，盛楠你怎么来了？盛楠，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是我们家谁呀？啊，是。
慢点。刘总，您没事吧？嗯。江先生，要不我送你去客房吧？啊，老郑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这么早醒啊？早。那许久未见，真没想到这见一面这么激情啊！别想太多了，就是喝多了而已嘛。嗯。不会影响到你什么吧？影响到我什么？影响什么？那女店长啊，你放心啊。我肯定不会到处乱说的。那只不过是个女店长而已，没有别的关系，别瞎想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以你的效率。我的效率？我什么效率？只有我的效率啊。昨天晚上，谢谢你。都是两情相悦的事情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谁谢谁呀？我是说爸爸的寿宴。哦，应该的。不早了，我还要去开会。行吧，我就走了。早饭就不一块吃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那个蛋糕店最近营业额应该到瓶颈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给你一点小建议呗，一旦饱和了，需要扩张。我建议，你开几家连锁店。这饱和要扩张，我也知道啊，但问题要开分店的话，也需要大量资金，这资金是个问题。这不用担心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，我可以做你的合作商。我还是不想让你帮忙，我想靠自己，不想靠你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才去帮你的。我是真的觉得你的那个蛋糕店是笔好投资。还是算了吧。好。走了啊。嗯。要不一块儿吃吧。对了，跟你说件事儿，那个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老爷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些事儿一码归一码，行吗？嗯。走了。
哎呦，啥时候能来信息？想吃蛋糕，说一声就行啊，绕这么大一圈。向先生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刘总呢？哦，刘总他去浦西的发改委开会了。你要是有急事找他呀，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也没什么急事儿。那个，我来送这个。啊，您怎么知道？他给送来了。哎呀，对呀。您这也太客气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小事嘛。我受不起啊。受不起？对呀，我怎么受得起？这是你定的？对呀。今天我在附近谈事儿，我正好路过这儿，所以说我就顺道把这单给送了。然后这里面有三块的原因是因为店里今天搞活动，买一块送两块，所以有三块。这块呢是你的，这两块呢你可以给刘总，也行。好的，那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转达的吗？转达。你就跟他说，注意身体，有空的话去店里看看。好的，我都记住了。OK， 我走了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个，前半句还是不要了，就留后半句吧，好不好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什么前半句？一大早的给哪个小姑娘发微信呢？啊，小脸还红扑扑的啊，干什么呢？什么扑啊？天热，我热的，我上火，我上脸，不行。大秋天的热什么热？热你把外套脱了你。哎，你不要动我啊！你羡慕我年轻火力旺是不是？行了，别贫了，快点进来帮忙。行。这么巧、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送完童宇跟许多，然后送完之后路过这儿就看见你在这儿。哦，那蛮巧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吧。你别多想啊，我是本来给他们做完，他们带走的，后来他们忘了，所以就给你了。嗯，好。那走啊。那行。
那我走了。你一路顺风啊。嗯。刘总，这是未来三天您在南京的安排，您看一下。嗯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嗯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你在我公司楼下，不找我找谁？我就随便溜达溜达。那你继续溜达了。哎，既然这么巧遇到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饭就不吃了，我最近减肥。走走吧。哦，好。我觉得这样挺好，咱们好像很少有这么走走路、散散步的时候。好像是。有什么事，你直接说就行。嗯，我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？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走走路吗？这跟巴菲特吃饭啊，得2000多万。你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女巴菲特了吧？怎么跟你散散步、走走路，其实也不亏啊。去找巴菲特吃饭的人都是有事情有求于他。你这么说，就证明你是有事儿了。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找。江小飞，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情的话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我是有些小事想跟你聊聊。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几个月了，说实话，这个店在大学城附近已经首屈一指了，而且有些小的名气。虽然说表面上来看，整个店经营不错，但是我自己很清楚，它将来的发展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会遇到瓶颈的。店太小了，蛋糕不够卖了，对吧？对。就你们那个店，凭着李杰森的半手工，一炉出50个，算上加工时间，一天出20个。也就是说，每天可以达到上千块的产量。但算上大学城附近学生的数值，你们的需求应该是在3000块。如果每块蛋糕售价30元，这样算下来，一天至少少了6万元的流水。而食品业毛利基本50%，因为你们规模不够，一天至少损失了3万元的净利润，确实很遗憾。这么会是上海女巴菲特？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有这样的问题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心里应该有答案吧？开分店的事儿我确实想过，但是……这样吧，明天我找人找你聊聊。不，你别误会啊，就今天我会跟你说这些话，跟你聊这些事儿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因为你比较有经验。我不是想让你给我投资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我之前说过了，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在上海可以崭露头角，可以把这个店做得越来越好，是通过我的努力，而不是你来帮助我。你是我的前妻，有些事儿你可以帮助我，但有些事儿你不能帮助我。
那个，那边有家奶茶店，还挺好的，要不我去买两杯奶茶。嗯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这件事势必是有些难的，但如果你已经做好决定了，就大胆去做吧。反正不要做让自己觉得后悔的事儿，因为一旦后悔了，就没办法弥补了。但有些事儿，即使你做了，也许也会后悔的。但如果你不做，永远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，不是吗？其实我觉得挺好的，你难得可以走走路、散散步，就这么说说话，感觉不错。奶茶挺好喝，就是有点腻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买这个干什么？你脚这样贴一下吧，贴一下会舒服一些。刚才买奶茶的时候顺便买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讲，什么事儿？我谢谢你啊。谢谢我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帮过你什么？你一直鼓励我，跟我说要坚持下去，要开分店。我现在找到资金了，准备一下开十家。谁投的？思源基金，你知道吗？吴风筝。你认识他？见过而已，是金融圈里的老油条了。不过这一次。您遇到狠对手了。对手不应该是朋友吗？投资人是朋友吗？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恭喜你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真的没帮你什么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件事我记在心里了。我们俩出来每次都是这么说说话，逛逛街，还没有一块吃过饭呢，要不我请你吃饭？饭就不吃了，看个电影吧。你喜欢看电影啊？主要是想堵住你的嘴，走吧。有那么好笑吗？不好笑吗？电影挺好看的，你喜欢就好。
最近你喜欢看电影之外，还喜欢看书啊？你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？你看到我包里的书了？我拿纸巾的时候无意间看见的。我怀孕了。去过医院了吗？确定了没有？你说呢？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，但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也没必要骗你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以后不要随便乱翻女人的包。走。刘女士，从这个检查报告来看啊，你的这血压方面还有些问题。如果拿掉这个孩子的话，会有什么伤害吗？那当然了，虽然现在孩子没有足月，但是只要是流产，对孕妇的身体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不可逆伤害啊。大夫啊，能不能跟他说的再具体一些啊？你是他先生吗？对。这么说吧，听大夫说话。从这个检查报告来看，刘女士的身体状况指数有些虚弱。考虑到她的这个年龄，如果这个时候把孩子拿掉，以后自然怀孕的这个机会啊就会降低。总之吧，作为医生，我想请你们负责任的考虑一下这件事，好吗？行，谢大夫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能你觉得很淡定，但是我淡定不了。我不明白，这事儿你不紧张的吗？紧张有用吗？难道我要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哭闹不停，来问你该怎么办？夏小飞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。我没有说你为难我，我没有说这个话啊，我只是想问清楚，你真的是想明白要把这孩子打掉吗？难道有别的选择吗？这件事情非常突然，它不在你的计划范畴之内，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你我都不在彼此的计划之内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不顺路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听我说完。我知道我要勇敢，我在努力的做，让自己更加勇敢，去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问题虽然如此，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生命，而且跟你我有关。我很体谅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咱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？生下来，说的容易，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把孩子养大，把他抚养成人啊。让他在一个父母不全的家庭里长大，就跟你一样。爸爸家住两天，妈妈家住两天，居无定所，放养成长。然后长大变成一个对家庭、对责任毫无概念、一个金玉其外的空虚先生吗？向小飞，你自己刚才也说了，他是一个生命啊，
我们不需要同情和怜悯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，这样才有接待他的资格，懂吗？但是现在的你跟我都没有。像你这样的情况啊，做手术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这里是医院，不可以大声喧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找你们这一患者，叫刘胜男。啊，已经进去检查了。她是我太太，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就要把孩子打掉，你帮我劝劝她行不行？你先坐着。行，等一下，帮我劝劝她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胜男，来，我来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这里是医院，那么大声嚷嚷干什么？谁是你太太了？做个 B 超而已，至于那么紧张吗？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。所以你还没做是吧？约在后天了。我，哎呀，哎，那个，你等会儿。哎呀，你就别犟了，让我扶着你点吧。你现在身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特殊时期走路能不能慢一点？我知道了，我是要赶回去开会，包给我。虽然工作很忙、很辛苦、也很重要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关于孩子的问题？能商量出个什么结果呢？夏飞，你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情了，问了也是给自己添堵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好。咱们复婚吧。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复婚吧。如果咱们俩复婚之后，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。他会有爸爸，他会有妈妈，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，他会很健康的成长。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复婚？对。婚姻是我们俩之间的事，跟孩子无关。你的复婚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你心中的内疚，却不是为了我。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会。我跟你说出复婚这个事情，我不仅仅是为了孩子。最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也想了很多事情。我很了解你。你因为熟悉而厌倦，又会因为有距离而又产生新鲜感。但是过了半年、一年，又会因为孩子的出世引来一系列的麻烦而又产生厌倦吗？然后呢？再离婚，我不想再这样。肖先生，肖先生，刘总他真的不在公司。肖先生，刘总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男人们，去见鬼去吧！哎呀，
呀，这生活真好呀，就是搞不开手机。许多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给扔出去啊？我们来干嘛了？就是要抛开一切，抛开男人，享受我们自己的快乐。好吧，扔了。我这让他们透露点信息也太难了，这越着急越找不着啊！哎呀，今天要是再找不到的话，明天也许这姐们四个就去别的地方玩去了。我就想不到，我跟许多第一次见面在这儿，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哎，又见到你们了，又来玩的。这就是当初在三亚追的我死去活来那保安。又来追你女朋友了？哎，对了，你有看到我前女友吗？哦，不，我女朋友。我看见了呀，还是我接待她入住的。在哪儿啊？现在，他们应该在 Happy 吧 ？Happy。凌晨三点，存了一整天疲惫，错过了末班车，把自己灌个烂醉，反正我无家可归。也许我们原相信可能拼到了最后，可能也只有可能。难道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，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？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，前往的孤独的灵魂。至少我掌声不够热烈啊。盛楠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承认我不能算是一个好男人，也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但是我想过，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一个好父亲，我能做到这一点。之前我记得你问过我，你说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心里有内疚有亏欠。其实不是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你。我也做好了决定，这一生都好好照顾你。我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，
我这个手上有一个戒指的印，我希望我会跟你一起在余生把这个印填上。顺男，我们复婚吧。不仅仅是蹊跷的问题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那个我们来的太匆忙了，对，所以我们没带，但是我们有 Chen 要不喝杯酒吧，来，酒我戒了。嗯，为了孩子。哦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会成为一个好父亲，我会兑现我的承诺。话不多说是我的习惯，但是最后了，那我就多说两句。你们是不是有点同情我？我这样一个女人，摊上这么一个好男人，我们的故事确实不搭。庆幸的是，最后他还是搭上了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而我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，兜兜转转，一点一点变成最终的浪漫。他一天上两种课，忙得压根儿不可能再有泡妞的时间，这样我就彻底放心了，而我安静地等待着家里的新成员。老公，今天学习和工作怎么样？那必须是精神肉体双丰收啊。啊，分手？啊，哪儿分手？我爸，你听错了，双丰收，丰收。哎呦，吓死我。你说过去的人呢，一过就是一辈子，说现在人呢，动不动说离婚就离婚。哎呀，你们要珍惜呀。知道啦。嗯，踢我了。那现在啊，到了我们的故事。我们四位走过了三十而立，走向四十不惑的先生们，终于走上了各自想走的路。但是我们兄弟四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忘记，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婚礼。曾经我们止步不前，随后我们又忘记回看，如今
我们终于看清了方向，走向最初的那个自己。这就是先生们的故事，也是一首献给新中国、新时代所有人的长诗。我们和你们一样，肩负着生活、事业、金钱的重重压力，不由自主地变得成熟、稳重，成为别人口中的大叔，不再像当年的自己。曾经的青春和梦想的激情被一点点剥夺走，打心眼里不想长大的我们似乎无能为力。然而人生却永远在自己手上，只要你不忘初心，保持梦想，拥抱生活，珍惜所爱，你就永远是那个最好的自己。我们会为了梦想不老，为爱而长大。先生们，请立正，继续向前走。